山洞里的日子。站住啊！大个熊，追不上，追不上！哼，让你们追，你们也追不上。太气人了！站住啊！俺今天非惩罚你不可！站住！我不听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熊大、熊二没事吧？郭头钱！你输！郭头钱，你还俺的输！熊二，熊二，你在哪儿啊？郭头强，你这个样子还蛮帅的哈。熊二，认识你这么久，发现你挺有品味的。我强哥那是老帅了。真是的，让我看看啊。看来是掉进山洞里了。洞口还被大石头给堵住了。动物就是动物，一点智商都没有，都不知道在干嘛。这可要怎么出去啊？哎呀，好暖和呀！熊二，熊二，熊二啊！奇怪了，熊二能跑哪儿去呢？熊二会不会在那儿啊？过去看看。熊大，吉吉，你们有没有看见熊二啊？没有啊，没见到他呀。怎么了？啊，熊二不见了。什么？那我们赶紧去找他吧。好好好，走。熊二，俺知道咋借用大自然的力量活得更好，比你们人造的东西靠谱多了。所以几百年过去了，你们还是动物。你动物又咋了？俺很自豪，俺是一头熊，力与美的结合。那你就证明给我看，把这个石头给我推开呀。这个简单，看俺的。你笑啥笑呀？俺只是饿了，没力气。要是让俺吃饱了，俺一根手指头就能把石头给推开。只会用蛮力那是不行的，让你见识见识我强哥的力量与智慧。去，看你能咋样。洞顶有个洞口。有棵果子树。就知道吃。
哎呦，到吃饭时间了。哎呦，哎，给我留点啊！靠背，吃摘果子。哼。哎。你的速度有我的枪快吗？太气人了，果子都是俺的。哎，枪声。熊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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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二啊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熊二，这边是我的，那边是你的，要是敢过界，我跟你没完。俺才不稀罕你的嘞。那点果子根本就不够吃，俺好想吃熊大摘的果子呀。哼，就知道吃。唉，要怎么才能出去呢？光头强，你干啥呀？过界了，过界了。呀，放屁！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今天天气不错啊！好饿呀！一个果子都没了，哎，叹什么气呀？想想怎么出去才是正事。可是咋才能出得去嘛？哎呀，有了！光头强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光头强，你头上长了个馒头，你还笑我？你还想不想出去了？哼，重新来。熊二，你就在这等着，我马上救你出来啊！哎，给俺带点吃的回来。光头强咋还没回来呀？呀，熊二，熊二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这就拉你上来。光头强，好嘞！光头强，加油，加油！太好玩了！什么声音？不，加油，光头强！光头强，熊大，加油，加油！光头强，熊二呢？熊二呢？加油呀！咋回事呀？熊二。熊二，你没事吧？熊大，咋样啊？熊二，熊大，你快拉俺出去呀！你别着急啊，俺们这就拉你上来。终于把你拉上来了。哎，熊大，谢谢你们，还有光头，光头强呢？哎，就是啊，咋不见了？他一定是先回去了。算了，既然你找到了，那咱们也该回家了。下次咱们找点好吃的再去感谢光头强。
好，回家睡觉喽。金石难运。金矿石是一种含有金元素或者金化合物的矿石，无论是普通金矿石，还是经过选矿成为含金品位较高的金金矿。我要是能捡到一块这样的金矿石，所以就发财了。珍贵的矿石。又到砍树时间了，这样日复一日的干活，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？真倒霉，连石头也跟我作对。这黄灿灿金闪闪的，不会是这个金矿石是一种含有金元素或者金化合物的矿石。难道这个就是金矿石？不过这里怎么可能有金矿石呢？进去草丛看看。这里怎么有个山洞啊？洞口还被石头封住了，又这么隐蔽。我知道了，这里肯定是一个荒废的金矿，没准儿我还能捡个漏。还等什么？开挖走起！这矿洞真不好挖呀，要是有一台挖掘机就好了，可上哪找挖掘机呢？这事可不能让李老板知道。对呀，去找金矿厂的王老板，让他投资设备给我开采金矿。我强哥就是聪明绝顶啊。等我买了挖掘机，非把这里挖个底朝天不可。不好，我得告诉熊大熊二去。啥？你是说光头强要在森林里挖矿？可是这跟俺们家有啥关系呀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我听到光头强说他有了挖掘机，就把这里挖个底朝天。挖个底朝天。我终于发财了！不行！俺们不能看着光头强把森林毁了。是呀，熊大，你赶紧想个办法呀！对了，咱们只要阻止光头强把金矿石拿去卖，他不就没钱买挖掘机了吗？说的对。光头强一定是把矿石放在那箱子里了，咱们追。没想到强哥我终于时来运转了。光头强，是大狗熊他们。光头强，你休想卖掉金矿石！金矿石是森林的，他们一定是偷听到我要挖矿的秘密了。不过想抢我的金子，做梦吧！想跟我斗还嫩着点呢。咋回事呀？可能是光头强的车太久没维修了吧。那不管了，俺们快点去拿金矿石吧。这光头强也太狡猾了，这次一定要拿到。还好我强哥聪明，把金矿石藏到了帽子里面。不过大狗熊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，这下得想个法子将金矿石安全运出去。既然陆路走不通，我们可以走水路。青草香，浆果甜，喝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。嘿嘿，
这下大狗熊肯定不会追过来了。你好啊，光头强。你好啊，光头强。怎么又是他们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吓我一跳！光头强，你好！这次强哥我晚上出动，肯定不会让大狗熊发现。难道半夜有妖怪？救命啊！有妖怪呀！有妖怪！光头强，把金矿石交出来！啊！有妖怪呀！兄弟，俺们有这么可怕吗？我是一个背包客，初来狗熊岭，此地真是景色秀美呀、啊！真香！我果然是当演员的料。又忘了吃午饭了，好饿呀！买西瓜来，又甜又多汁的西瓜。老大，你说光头强会从这儿经过吗？放心吧。好饿呀！那是。熊大，那是光头强吗？不知道啊，不过只要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了。那俺们把他吸引过来啊！卖西瓜，卖西瓜嘞，卖西瓜嘞，又甜又多汁的西瓜。西瓜，我也想吃。吃西瓜嘞，吃西瓜。对呀，我今天扮演的不就是个山穷水尽的背包客吗？两位仁兄，我旅费用光了，行行好，给点西瓜吃吧。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！快吃，快吃吧。甜，好甜呐、啊，真的好多汁。好饱啊。吃太多想尿尿。那快去吧，厕所在那边，待宰帮你看着。那好吧，谢谢啊。你慢点，别掉进去了。耶，快走。舒服了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拿。大狗熊们，是你们逼我使出最后的杀手锏的。不是吧，俺们又上当了。飞波快到了吧？强哥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飞波，干得好！这两头熊想跟我斗智，你们还嫩得很呢。飞波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带上这个小袋子，千万要保管好。一会儿等我出门了，你再偷偷溜出去，在大红松下等我，听明白没？嘿嘿嘿嘿嘿嘿嘿！怎么还没到呢？哎，来了！嘿嘿嘿，王老板您来了。金矿石给我。好好好，给。请您鉴定一下货真价实的金子。嘿嘿嘿嘿嘿嘿！什么？你小子！拿块假金子蒙我呢？哼，浪费我时间。王老板，王老板，你等等。原来是块假金子。我说嘛，森林里怎么会有金矿石呢？白费这么大劲儿把它运出来。熊大，熊大，我拿到金矿石了。蹦蹦，干得好。熊大，这是咋回事呀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在光头强准备出发的时候，到时候咱们就这样。老鼠，俺们来了个偷龙转凤。原来是这样呀！哎呀，熊大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给熊大，
这是俺们大伙的森林，谁也别想破坏它。保卫蕨菜地。不吃不吃不吃，赶快把这些难吃的东西拿走。吉吉国王，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呢？这个嘛，反正本王不吃水果了，换个特别点的口味就可以了。特别点的口味？对呀。有了。什么？快说。既新鲜又美味的野菜呀。对呀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味。本王一定要找出一片最美味的野菜地，作为本王的专属用地。我们出发。一块，一块五，两块五，再怎么数也只有两块五，还有一桶方便面。这个月的书还没看够，工资又没得发。还是留到晚上再吃吧。我想好了，还是砍树赚钱，到时候吃香的喝辣的。哎呦。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吉吉国王，这可是好大一片蕨菜地呀！是啊，本王正式宣布，这片蕨菜地将是本王的御用菜地。肚子里没东西，体力也跟不上了呀。就你了。真讨厌。这就是绊倒我的下场。好饿呀，还是乖乖去砍树吧。我砍，我砍，我砍。好想吃东西呀，猪肉炖粉条，小鸡炖蘑菇。没味了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太激动了。这可是从本王的御用菜地摘来的。真的？你快点带我们去啊。本王就勉为其难带你们去瞧瞧吧。真的？走走走，那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。好的，你慢点。蕨菜地，俺们来了！光头强，熊二，咱们过去看看，说不定光头强又在砍树。不好！吉吉国王，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呢？你没看到光头强是往本王的蕨菜地方向飞去的吗？快走！熊大熊二，我们先走一步。这些是蕨菜，还这么多，这一下可以开饭了。哦耶耶耶，这次不仅能填饱肚子，还能把蕨菜拿去卖，大赚一笔。本王的蕨菜，光头强，太过分了！光头强，你竟敢摘本王的蕨菜！毛毛，上！
猴子，你要干嘛？鬼王来也！救命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不然一会儿有你好看的。小猴子，就你自己了还嘴硬。熊儿，俺去引开光头强，你去救吉吉和毛毛。哎，光头强，这边这边，看这边，快过来抓俺呐，光头强。熊大，看你往哪跑。熊二，你快来啊，毛毛昏倒了。熊大呢？来抓俺，抓俺呐，光头强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熊大，等等，另一头熊呢？难道毛毛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哎，不好，差点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。肚子好饿呀！光头强，看招！小大，俺让你停下来了。呀！呸呸！好饿呀！还是吃饱了再说。熊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等我吃饱了再回来找你们。快去追光头强啊！他吃饱了就有力气砍树了。站住，光头强！站住！站住！来呀，来呀！来来。拜拜，熊大熊二。熊二，去挡住光头强。熊二，快走开！走远呀！俺们这是到了光头强家了。好饿呀！光头强也怪可怜的。是挺可怜的。俺去帮他找点吃的吧。熊二，别分人家东西。呀，熊蛋，你看，啥吃的都没有了，这是咋回事？难道说……光头强会不会是饿坏了才做那样的事儿啊？看来得让他吃点东西。熊二，把他扶起来。本王立刻停止！立刻停止！听到没有？没有！废物！快住手！光头强已经没东西吃了。有这样的事儿？算了，本王就原谅他吧。咱们给光头强做些吃的吧。吃的？
这难道是熊大熊二他们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好吃好吃。